面的。如果比我们前力还低的人，你看他跑几趟，搞不好跑20趟，他跑不到这个答案出来了。这叫误导嘛，你简单化嘛，用那个证实确认身份证号码、居住地点、工作就可以了。你只你甚至我说大学以上毕业人，我都跑了第4趟了。你说国小、国中你要跑几趟啊？肯定是跑几趟，太误导了嘛！你政府有些就是要这样，对不对？不算算是要付我的钱，我钱搞定了，这都可以了嘛？需要就解决，那很复杂呢，是不是？每个人呢，我们都啊，放卡、放休、放假，怎么搞？这是啊，你叫政府跟你啊，你得补助。那你去种下，就是去照顾这边百姓，讲了一套了，做了一套了。对政府，这些政府发展就干脆，就干脆减变化，减变化嘛，你要减变化嘛，怎么去一个政府你怎么去减变化？你要去规划，你有个幕僚，你要去规划，怎么去处理嘛？一团乱嘛，你再变成好运嘛，变成一团乱来了，台湾都乱掉了，对不对？你要本身有幕僚，这么多的幕僚，你要规划，你怎么去处理？你没规划好，这个实际的状况出来，一团乱。插进，插进。Thank you.
在这边、啊。没有没有，他我让他在外面就好。是老魏，老魏在外面，这边在外面就好。Thank you.